晚安。耶、yeah, ，回家就是开心。你知道我爸爸妈妈超级开心，因为我是嘉义人，他们在后面帮我做了一个灯牌，那个。我刚开始玩团的时候都一直很希望有机会可以回来为 GA 表演。我就想说干，我是嘉义人耶，我怎么可以没有办法上为 GA 呢？严董，严董你在好，那个其他的事情大家放在心里就好。好，然后那个介绍一下我的团员们，就是我们的团名是青虫 AOI， 然后在我左边的这一位是我们的吉他手 Alan， 然后我右边的这位是贝斯手郭宏，然后好像有点被我挡住的人是鼓手展哥，好，然后我是主唱吉尼，耶、yeah ，啊，那个就是我们。8月的时候发了一张新专辑，是一张全台语的创作专辑。好，所以现在开始切换成台语模式。就是说嘛，我甲恁讲，我自细汉甲阮阿妈住伫家己，住到十岁，开始去甲阮爸爸妈妈住。但是我一直到2017年的时阵，才开始写台语歌。啊，阮阿妈。還有在的時候都說去到台北連台語都不曉說啊，雖然現在我阿嬤已經沒在了，但是我有出一張都是台語的專輯，帥下來就要唱一條寫給阿嬤的台語歌，叫做甘油，
灯来听。奇怪，我有把吉他音量关掉，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在逼。好，没关系。好，刷了来几条歌，好做。是还是你们有麦克风是开着的？不开着怎么讲话？没有要给你讲话。好，那我先关掉。好。这样还有吗？嘿嘿，喂喂，嘿，阿妈，你今嘛？好，没有了，没有了。好，下一首歌，《水花》。
我小时候就是学跳舞的时候都是在中正公园，然后就是刚刚这首歌叫《水灰》，就是他讲的其实是自我认同，就是说因为啊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可能像我自己国中高中的时候就是皮肤很差，我妈妈都会说哦，看到你的脸我会怕，真的很坏，仗着自己皮肤好就这样。或者是就是我小时候因为练田径队，所以我就是小腿很粗壮，这样就很健康。所以就是总之我们在成长过程就是会很想要成为某一种样子，可是就是那个过程其实让你很不愉快。然后《水灰》这首歌就是想要告诉所有跟我一样的人，可能你们小时候有觉得自己皮肤不太好，小腿很粗，好像哪里太胖了，或者是太黑了，或者是不够高之类的，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把那些事情放在心上，就是就是全世界只有一个你，超棒的，没有人跟你一样，希望大家都要喜欢自己。好，下一首歌气无疑，等一下，那个，请问有我会唱我们的歌的人在现场吗？哦，哎，那那个要往前站，等一下麦克风要递给你们。好啦，开玩笑的啦，不要吓你们。那个气无疑比瓜，
写是咱的愿望，咱的爱产生一条情雀，每次回来都用这招。好，然后下一首歌叫做《无你的故事》。好，《无你的故事》这首歌就是它在我们专辑里是一首男女对唱曲，然后男生就是我们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林柏宏来帮我们唱。啊，那个如果下一次嘉义市政府配给高一点的话，我们就可以找林柏宏来跟我一起唱歌，耶、yeah, ！好，所以等一下就是我会一个人分饰两角，不用太紧张，就我没有精神分裂，就是等一下我会唱男生的部分，也会唱女生的部分。扑累个扑累去。想要来打架
玻璃的故事。好，那个耍了来几条歌，好这个大球公，哇，我这也可以欢呼。好，大球公这条歌就是讲，嘿，就是和 Alan 来讲话。但是我没有办法用台语描述。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对，我的母语能力已经被扼杀了。好。好，那大树公这个歌就是在讲树，古时候有一棵树，它是这个村庄的中心，然后大家都会拜它，对它很尊敬，然后慢慢的这周围就形成一个聚落，可是随着村庄的开发，慢慢变成都市，那这一棵树挡在路中间，它有一天就面临了要被铲除的命运。是的。好，这首歌就是在讲一棵树的故事。然后，就是我们这次出台语专辑啊，我们自己定位就是希望我们的台语歌是一个桥梁，就是说呢，我希望我们的台语歌可以让爸爸妈妈长辈听，然后他们听的时候可以了解我们关心的议题是什么，比如说大球公其实是一个环境保护的议题，或者是过度开发，但是以前的台语歌不太会出现这种题目。然后我们的专辑里面怎么会有人递砖？现在是工商时间吗？好，就是那个，但我先大家这样看就好了，就要解释，我怕时间会超过，这样就是要尊重一下那个午间。好，就是我们这样超奇怪。拍谁啦？好，就是呢，我讲到哪里啊？好，就比如说像我们专辑里面还有一首歌叫《唇膏加唇膏》，就是讲多元成家，讲同志。那我希望就是爸爸妈妈可以因为他们对台语的了解，然后听我们的歌，然后透过这些台语歌，知道我们这个世代关心的议题是什么。然后我也希望说，当我们就是用把这些议题写成歌之后，年轻的听众朋友们，像是你们，可以知道说这些议题在台语里面是用什么样的词汇阐述。那有一天你或许就可以用我们的歌里带到的词汇，跟你的爸爸妈妈或阿公阿嬷聊你关心的事情之类的。嗯哼，好，下一首歌，就是希望这件事情，就是关于台语这东西，不再是我们世代与世代之间的阻碍，就是它会是一个我们讨论事情的开始。大球公。心慌，说我来将花呀歌写。
他刚刚 cue 我讲的话，然后他说他要干嘛，我不太知道，没听清楚。哦，背吉他哈、哦，有人会读唇语。好，然后很快的又到了表演的尾声了。对，那就从发片以来到现在，就我们都只有很短的演出。那这里应该算是我们目前接触到观众最多的一个场合。是。对，那我们明天还会在台中的成品。Yeah. 对，会有一个近距离的音乐分享会。多近？大概就这个舞台这么大，这么近。好。对。那在那边就大家可以像跟我们聊天一样，可以跟我们。可以问我们问题，然后或是随便闲聊，对，然后我们也会更详细、更深入的介绍每一首歌。嗯，好，就是明天在台中诚品原道店，欢迎大家推荐你的台中亲朋友好、亲朋好友听。然后，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歌的话，可以趁最后一首歌的这个时间看后面那个长棒，搜寻其中 L I， 看好耻哦。没有带摄影师，所以如果你没有拍到任何照片，欢迎就是在 IG 上 tag 我们。啊，那很丑的，麻烦自己先过滤掉，我反正我不会发。好，最后一首歌，我要把你卖到动物园。不是这个 key 吗？是吧？哎、欸，等一下，调个音好了，对不起。你还弹吗？啊，哎、欸，那我就不弹喽。
小的动物园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所以有时候你们看到一些动物就是在那个他们圈养的地方一直转圈圈啊，然后可能那个地方的温度根本就不适合它。就是说如果你们要去看任何动物之前，先了解一下那个机构或者是那个环境对他们好不好再去啊，不然在家里看 Discovery 也是蛮好的啦齁。我要把你买到动物园，刚好我把他朋友家里就开动物园，他说价钱什么都好谈，你就在这里头好好反省，跟我道歉，跟我道歉。我要把你买到动物园，才觉得我们表演有人看，我觉得很棒，谢谢你们。然后就是谢谢那个嘉义市政府，就是在我以前在嘉义念书的时候，其实都没有这样的活动。我觉得我们不用特别跑到台北地社或者是河岸，就可以在嘉义看表演，超棒的。请你们一定要去那个市政府的专业跟市长说，哎，这个活动要多办一点，然后要 at 青虫，请我们回来唱。好耶！ Yeah, 然后谢谢福县，谢谢现场的工作人员，谢谢大家，拜拜。